你都不该吃的了嘛，那中国片都那个吃了，就得吃的像什么吃了，那么那样。很好，菜要的定你叫你还是这个菜做的。来，你走，我计划着走，到几百个青年人。三分钟。他一站来，我这儿不是站吗？他这马桶往那跳。你拱那个扁舟，他都不管你，他技术，你都是拱起来，你不偷，你跟那走啊，让你随便拱了，他不偷，他自主。切，要是上中马了，你还是站着。咱拱平板，咋拱平？直接拱板，直接拱。直接拱不好。给你拱了。我直接上中马一拱，他那橘子跑。嗯。他那大橘子要拱啊。嗯。他拱他就拿大橘子。你上马，他给你拱过来，你到那上马去。啊，对，那你。你瞧他走不走？跑也拱，吃哪来着？就拿去，去拿那个，去吃嘛来着？你该拱拱了呗，是不是？拱完以后，把包裹拖了，拱完以后，拱完以后，拱板。主要他拱你都不用管他，是不是？主要也打不去，打不去算了。他这马又上不来，打过去再顶我手机了，再顶我手机，打过去，打过去，打过去。你打，把箱子到时候一飞他，他碎点儿。碎了咋了？搁纸炮不中，就别他妈纸炮。不好。你纸炮干？先别他妈呗。那个板凳多少吧？到底儿了，吃他妈了。他上不来了。先吃一不跑，走不着，妈回不去了。先吃一不跑，妈回不去了。到底儿了，你到底跑？到底跑？你这是。举起得不到，你觉得他可以要别的鸡巴量啥不行了？他这有个外老将，对了，吃吧，别人量啥？哎，让他们跳我一下。对了，这个不能乱。那我上不了年了，这我不想做这单，我上哪我就变了。走，嗯，再跳两个炮。不用跑了，怕他疼吗？不会吗？他会啥吗？这还饿了。对，饿着了，你别饿着了。那饿着，搁把马给吃死了吧。你可以搁这。直接搁这把马给吃死了。去哪去？直接把马给吃死了。你盯着他那个香，进去吃吧。嗯。别吃呗。别太我。好着。我打你。你不知道教你多久了一手，你搁这一桌。跑着了吧？没有，别着了。搁哪种回来？搁这跑，可以不？那我就我也不知道我妈都给吃了，她说举太不起来，这胳膊上。不是，我用卡子，然后回妈，这边进了冰箱。你的中炮不是？我怎么又进你了？不是，都这个前个就进了，本身都不打，我直接上嘛，上不去。江阴举油太热，为了去趁着江阴举太那个热。上呀？上嘛你上嘛了啥的？他打不到中，我给他吃了不就了？他想打我来中嘞。打你啥？直接都给你抓着吃了。你吃嘛？他不吃跑。他吃了，我不要叫他吃了。他不该吃嘛？他跑聊回来，喊他当头就错了，是不是？喊他当头。我要给你上嘛了，你不上？我上嘛呀？他走会儿，走很要很要。那肯定他不敢吃跑，吃嘛？他吃嘛也吃跑。跑的。继续上。继续上那个队形。队形，然后你这就没装药。继续上。你装完了，我跑一打，我妈也吃着了。这会儿都敢抓着。这我跑一打，我妈也吃着了，他不用了。你打的。你打一吃，再吃个嘛？太少了。哎呀，他这样你走了，你这样一逛街是。你打的。好，我好，我举好举着，妈的，算。你再往强点的。老板，
你赖着吧，他趁着工都脱了，你脚跟都脱了，你反正鸡巴车来你都往脚给下去。他不你咋不你还叫人家啃行吗？叫不上了，我叫举踢。你想干啥？跳上地上踢，你再养一只举的，你踢不了。你弄那哪弄个啥？那个老你给你指挥指挥，一直叫不停。他妈的，胳膊上有车了，正有劲的车，妈的，说了话，这不，他妈都给你宰了，你说了话，兄弟。这样也转个向，是不是？或者他妈从大队讲，对不对？对了，老马说，考完退回来了，这样。这样子算平均。这可真像，就吃这个饼来着。你快明白，妈不吃了。不用派兵啊！你在光做那个局了，他妈不局了呢！你派兵把马吃了。他也是局这边的。要不这才行。我跟你说，他要是真的跟公公找的，是啊，都是拆的。拆你的工，我去，他老弟，我不拆你怎么拆呀？他多丢个兵这边啊！这是，就这样，是不是太拥挤了？那不是局不是同大洋了吗？也是，那是一样的。那不中，跟公这个公，他一公，他一吃一共太多局，那是一样，是不是？那等了呗，等了吧，这玩意高局装马都脱了吧？你供那个？不用吗？我妈没有用，那工作那没有用，那跟妈交个好位置，啥好位置？妈有这什么？妈工作这边有啥位置？那必须在工作房，工作房。吃住不吃两方，反正不吃这种，这些工作重要，都不工作重要。本身别想养，要去昨天了，妈昨天好好上，本身就可以。我唱过，我工作在吃，在工作在工作。这要是一个高兴表现，吃了他要跑吃那个香，懂不懂？你现在干这个可了？可了，他香了吧？我香了他一种，我才香啥吧？那把那个鸡不装，应该是。去吃那也不太。哎呀，你都是下鸡了吧？啊，你下点了，你上了点了，现场的卖钱就不完。你吃吧。是那盯着的，是对，那是个对气，对气都对气，再盯着。那盯着不把路马钱等了，都大了，绝了。前面老妈等了他工，工作你不能那个的，你先盯着他妈着工，再吃他妈就行。盯着妈种嘛，丢了妈好好退回来。嗯，下回再干生意了嘛，大点局了他。以前大也不局了，你觉得不？干这。你不要盘了，大我的局长嘛。啊。嗯，也不是。不是。这个长腿裙，都好像不是一条线。对呀，他比较小，等会儿。你看，完成两小时，还有多少？我想想，我想，基本局势都可能要不上。这都能搞下去，要不要？他塞不了，塞不了，非要上龙马了。上龙马多少钱？上龙马菜车香。菜香，菜香的香。中局一格六，真的会中。上龙马也不能等了，你上马都错了吧？上边上等了，上了上龙马了。上边马都错了。嗯。边马搁那一点。现在咬着这个了。你上马了，这个掉了个马就多了，人大了噻，掉个马。哎呀，你跑掉了，那你都不敢动，你他又跑掉了，他又。你敢动？听你望，听你望。上龙马单位跑多少？大他要香吧，大他弄他要招吧。你再多看看呗，我都下去记着。你弄了，他不给你香了。你这要不了这个，是要不然你香了。你再吃了，他妈给他这吃了跑了呀。你走上那个面跑吧，是不是啊？你弄个那跑。再一步吧。啊。这上当了吗？打我！打我！你啥时候来了？我们打过去。想了想了。你听过了吧？想了听了。大了都大了，真是大了。你大到你至少把也丢了嘞。哦，走，走，走，在我丢着呢，大了我不敢给他吃啊，那你吃了，那将军退下来吧，大了退下来，香了哈，香了吧，香了没事了，香了然后上马打的，鱼多好了呗，大了好，大了到羊给他把鱼平，他香了大了都是吃了吧，都吃了吧，你平了鱼有啥意思？走，平鱼有啥好处那边？走，平了鱼有啥好处？啥都行，不香你他妈懂的不？香了香了。对了，那得香，那得香。将军对局吗？把马给他等了呗。可以等马等马直接等马就妥了呗。等马不打了局嘞？谁有马等马？啊，工人你打了局呗？不是你等你还不打响了？等马打着，打平或者妥了一下。那先把马给你打，你就死透了。你吃不着那个吗？我说，那吃肉好像。要把龙马一打，你咋能要啥嘞？你吃肉干吃了？对了，吹不跑就可以。吹完能响。好，对外别往外分，你跑的啥？吃都不响。反正你趁他找一打，那能推就推死你。他还在吃你？他反正是很搁着。你搁着上等你，那么等个等局，叫他走走。
那等脚我都不打他一脚。他一脚会着你不敢打他，不敢打他。嗯。就这样的，这安全的很弱的。哦，这的还有个举的，这举不赶紧跑出来，不就把举的都勒死了。我一下，那么要是他将军受伤，这就弄不了啊，这个就可怜嘛。我跟我也都给你僵死了，僵死。把他妈狗都僵了吧。把举赶紧跑了，这个举赶紧给勒吧，勒几天以后都给你僵死了，把举都给你勒死了。把举搁到哪儿嘞？搁勒吧，你不搁那，鸡巴你那举在马袍口上，俩举都在袍口上。你挑嘛，鸡巴俩举，勒你俩举。嚣张吗？你哪里打你脸，打你再等你，鸡巴勒你俩举呢？敢勒，你先把举敢勒。这条敢疼吗？敢等你就会跑，你都能跑呀，你能跑。我想抽。怎么想操作呢？还敢吃香了？就吃香你也是。吃香怪老乡咋弄？就是还敢吃香了你？怪老乡的中军可不能，上都上满了嘛。你要敢打了我就一次。他上一上中军马，啪他给踩了嘛。打就给打了。我踩不到他马，他给我打到了局了。我就吃着他将军弄出来武器拆了，将军武器他妈拆了，不能吃。你还想着真想着，他在帮爹爹，哎，看咋走老了，干哪点？看你的脚放哪点？放脚。哎，把冰抬了就妥了吧你。冰抬了，那两个抬。上上冰中炮给你抓。你抬冰的你回去。没危险的那些人。啊，你抬着冰不抬着中炮。中炮又换了错了。怎么想的？也没劲了，也没劲了。这局哪里太死了？一堆死走走。你他妈扯着住了啊？你刚才哪死走啊？一大兵的马成死马了。你拉到哦，你说这个马不好跑的话。啊，那就是。我刚才不该做这种嘛，我不该管他了。不该管他了，那吃马子猪都不能举，不该管你后边谁能甩他一圈都举不动。你老大管着，你记得管这个大局不会动，搁这儿。这还有啥急的？吃马子猪的刀都吃底了你，你这老人家老劲儿。哎呀，坏菜了这去。嗯，这就拉坏了，老子举对了，老拿不好，我直接死了嘛。你把自己的就把老蒋给憋死了，你能过？我这会儿管不着老蒋。这去老老你怎么老到那的？你这么老也不能老到那啊你。老到死绝那也比那强。现在抓了，现在一蹬重炮就完了。重炮撑不住他呀，这骗过来。这去足了，这去。哎，是胡的，看不住嘞。里边还有一段距离，不过跑走了主要。哎呀，这去足了，下足了。老蒋不能要蹬不绝了。哎，倒马蹬去不中，蹬老马也不会不中。你等到蹬两双举，吃了那么多好了，干你讲说。干讲不啥劲呢？干一讲挺啥劲，倒马蹬双举这是对的。蹬双举也中，你要蹬弱举了，他高点，高点要打响。你等橘子给，等橘子，肯定挑你一家。双橘啊，等双橘子，这可会了的。等双橘，大家讲你挑个石头，这丢个橘，都越大，真是越丢越丑。嗯，怪样怪样，橘等了怪样啥用？这是等着这个橘来的，我他妈对橘，等着橘带象的，我知道，看将军带象来了，会他妈等双橘，都坏了。这就大家讲，大家讲你撂石头了，他得走，他吃个石，他吃个石，你吃个橘。嗯，这下不上去，不用考虑，这一回是真不中。等我去，等哪我都给砸到那个柱，都登上去这个去。对了，搁到那个看着响。哎，都搁那，等他妈叫他叫他拆，拆了注意啥？拆了啥兵要啥？是啥要啥？多有劲儿！然后把狙击品那马也抱住了。那个拆双狙可以，那打一枪一直死，乱都是乱死的也没事儿了。这狙丢一个，嗯，丢了。那个狙搁这儿都下来抱出去跑了，狙抱出来，搁这儿。登上去吧。也你滚。还把灯子弄跑。等双狙不用等我们，等我啥？正把的有。正把那还看啥呢？那等双狙。等双狙往这等了。不听你了，不听，那不能听。听怎么机会了？真没听。真打住机会了，真没打住了。啊，这等局呢？讲了，讲讲啥的？他这上一讲，是上一局人。这上一局有。上一局再等一讲，再讲再等一下，再等一下。再局推一讲。大局推了推死了吧？那那没法走了呗。来去了。哎，你吃这个。吃了呗，吃了那第一讲就僵死了，还有事，是吧？赶紧你走了，你听话你，那局讲，那局讲，大家讲也不中了。讲人家吃了个走了，再讲有用？那局讲，只有那局讲。那局讲给他平局了，死给你。那边还有个局的，你先。要跑刀，刀死。要回头，他正常局的意思，大家讲他走。啊，就是老是大家讲嘛。那局讲，挑个手好了。死给你，那能还能压住谁俩？平局，哪会跟他？平局不中，他吃双局，他哪能吃着双局？
他你也骗局，你骗局的等吃饭吗？这种有没良心，放那有啥鸡的等你骗局？老杨挑食了，你这带着点肉了，你还得鸡巴啥外讲？长一点，就是撑饿死了，他哪能不敢吃？吃了哪能腿死了？吃了。嗯，七八种去吃那个包，还得去看那个包，那他吃不了包。等这个，没吃到这个到这里的地方。这中包的鸡，等着包子。等包有多绝？等有他妈挑这儿也不挑这个。对，叫你等上绝对不行。你怎么等上绝对不行？那他妈谁下的？他就下来就说了。别这么久呗，你还就怪着马弄上了。那个酒了可不好，马放了可不中。就这个酒当着。你去人家在这一顿着马吃了。啊，你这酒不是？你这个鸡咱高调。那等着不算弄了，你知道吧？等着上绝对去，不算弄了。吃香，吃局。橘，哎，你等着吧，我也不吃猪，我吃了橘子了啊，吃上面那个橘，我就吃那橘，他一跑，他一吃，我咋不这个吃了？那你咋不说清了呢？我吃橘，你吃橘，你吃香不比吃橘香？吃香，吃香，吃香吃不死他呀？那么对嘛了？那对。一人跑橘里不？他的橘搁那位置不是很好啊，对吗？橘子他退一步，他这吃不了我，吃了我退一步，还不如进去吃香。别等说你不等还要吃香，年年吃香，吃不香又臭那姜，是不是臭姜？你吃胖子啥呀？你知道不？吃胖子要啥的呀你？你也觉得是我？那不是，这不是那个讲一讲吗？这个记得肯定糊到那个。我不平淡了吧？那话说你先走了吧？那不就是？我舍得不？撑多呀，撑多呀。等吃吧，等吃吧。快点脱了吧。等吃，等着跑了。抽完了，抽完了。抽你啥？你不挂浆了？他一抽你不是真的浆？你真吃香，你真吃香了。他一抽你挂到中央一浆，那不是把那血丢了？哎呀，你吃个香吃的这么有价值？你香，你死香，你黄吃啥了？吃橘子，这回可以吃橘子，就吃不了啊，咋吃不了啊？分一口吃橘子不中，上次这回可分吃不了了，分一口吃橘子，上次瞎跑，这不这吃橘子吗？这是讲不死，要不然你的马都跑了，你马都死了，你讲不死。吃了，搁这吃。你看一口他一吃跳一样，给他踩了一样，你非得要耍点跟人家耍出来，嗯，要不然你的马都成死马了。你是不是刚吃多吃了？多吃。他腿挺脏。你腿了把冰一踩一下踩不开。不能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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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拼吧，不能腿。腿吧，不能腿，拼吧，拼吧。腿老好。你腿了，当将军，你上去没有事？你不等的，光了你讲，光有个万一都将晕了。你有啥了？他等等嘛，啥吧啥吧啥吧，非得要啥？可以不啥？还多个日子呢，多个日子多两箱。啥吧不啥不中了？可以等双局，你等双局都等一下了，等一下了，等一下了，你等上就中了。那只有上将，上将有一将，有一将鲜肉将，你晓得多吧？再讲吧，奖赏。再讲把它奖赏也吃橘呗，你不想吃那个？又吃橘了，往后退了。上回吃他的橘，樱桃一浆。那樱桃浆呀，我鸡巴吓倒了你。他这边一吃，这樱桃浆到浆死他。哎呀，我吓倒了！你说那个橘，你往这一倒都不怕糖了，是不是？倒一浆都不怕糖了。哎，玩笑，快点过来。你吃嘛吧，你鸡巴，你这光在胡吃。是，讲那种，讲那种。你会吃这个吗？讲樱桃，嚼掉就就走了。他一往那外跳，他一浆咋办？人家骂你啥了？你跳人家浆，他橘浆，他黄浆呀，双浆，人家会进，他们怎么会进？你先吃嘛都不在进了。他从此跳了浆，橘给他踩了呀。顶不住了，就这一步他都没翻动了。反动了是吧？那鸡巴给他登上去了，真是，你妈给他想地儿了，我真的跳。他最终你他从此跳了浆，橘踩了。他万一跳了浆，橘腿就腿死了。哎，这个嘛，你去了，赶快你们给他吃了。这咋样？还等了？没保命，没有保命。对，要多一下。